帰り、看守。啊，台服进行封测了，那我现在撑到了大概240抽吧。来看一下，对陆服我基本上放弃了，那个玩没几天我就砍游戏了。来，我们来测一下，台服240抽究竟能抽到几位强势角。那英灵这只号就是版本最强输出哦，那个我在开局的时候很幸运的，一开始我就抽到了，所以我们应该来测一下，就是最一般的啊。先看一下，这边有出货率 1.5%， 保底88次必出哦，综合几率是 2% 了。那这些像这只。哦，这次也都是天灵角。好了，我们先抽好了，就不要再介绍了。来，哦，十抽，全职。高野原からごめん。哇，他抽角色会不会有抽过？应该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吧。那 SR 角色有一只是可以作为 T1 的，好像就仅此一只啊，没有第二只了，叫做真龙。OK， 能不能抽个真龙也不错。哇，お呼びでしょうか。第30抽，ムース。温弱者は叩く。啊，在57次保底哦。好，第40抽。来呀，哎，哎呦，哇，中到金色了哎！啊，新しい三鲁佐德尔，啊，一只，啊，剩下的是打酱油的，拿到一只了，哦，这个几率蛮可以的嘛。那你每一次抽到了以后，他又回到88次了哦。有必要玩那么凶吗？好啦，三鲁佐的这只角色其实大概，落在 T1 T2 那边了，主要是以，哎，这只。这一只在陆版好像是手厨的嘛，刚刚那只三鲁佐德啊，它主要是以高概率群体的催眠啊，睡眠的杀伤力是很大的啊。那只是 T1 角啊，刚确认过了，因为陆版有一阵子没玩了，忘了都差不多了。大概啊，自己看一下自己的影片了。
那我的影片有发一部十大强视角推荐，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入坑的话，可以来参考一下那一款，那一支影片，在我频道里面，我到时也会放在留言区下方的。该不会240抽中不到一只 T 零角吧，老大？哦，这个都来一整打了，不要再来了，可以吗？我希望有一个完美的结尾。我是シャマシュ。哦，这只长得好可爱呀、啊！シラクラ愛なかし。奇经。違う。十二篇了，来了，就是他了。T1角的真龙，没想到被我抽到了，好险哦！好了，抽到奇经了。那目前抽到一只 T 万角，两只 T 万角，一只 SSR， 一只唯一的 SR。哇，我也抽了110抽了耶。那我也差不多要保底了，对不对？再七次，顺便来测一下它会不会倒扣，88次嘛，所以这次抽完了以后应该就是85抽保底，如果有倒扣的话，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单抽了，好不好？来了，这是保底中的哦，小王子哦 ，nice， こんにちは，这一次也是相当好用的哦，小王子。普通攻击伤害是极高的，大招的状态下每下是215%伤害哦。那个伤害加成让他普攻变得非常的恐怖。小王子不赖，这是保底中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哦有啦，85次，所以他是会倒扣的，所以你就算要10抽也没问题的。来吧，还有最后还有110抽，所以我已经抽了120抽了。那你要玩小王子的话，有那只角色，你要带一只巨怪的辅助，可以平推一切的阵容。平 A 输出型选手被我捞到了，好啦，随着你哦，现在越抽越快了，因为重复的角色应该大部分都中了嘛。长得漂亮没有用啊，妹妹，你长得漂亮也不行的。所以我大概还可以再一次保底。刚看他几率出货率是 1.5% 嘛，真的是实实在在的 1.5% 呢，都不会让你歪出来就对了。那其实这款游戏嘛，什么都做得好，最大的硬伤有两项啊。第一项现在正在确认中出货率，第二项是它的战斗实在是太拖了，而且有一些可以扫荡的，它没有去设置扫荡功能，不知道未来台服正式公测的时候会不会改善这一点。哦，不然你再打那些副本啊，重复刷欸，受不了。哦，这只希尔福是垃圾吗？这几只都垃圾，狂出欸，这几只。都没有中啊，
我有中的话，我的手机就会震动了。哇，240抽啊，还有25次，我竟然都还记得我抽了哪几只角色，有够悲哀的，240抽哎、欸，啊，哇，那重生。就是再提醒一点了，玩这款游戏你要入坑，一定要刷手抽，一定要刷到强势的角色，因为这个真的和陆版是一模一样，我看台服应该也是一样的，不好抽，几乎都是保底中啊，抽到哦，要来保底了、哦。保底，好，看抽到哪一只角色。一个帅哥、欸。阿克夏之主。伊瑟娜。欸，这只角色我好像没有把它列进去，对不对？伊瑟娜。伊瑟娜这只角色没有把它列进来，它会不会是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不怎么样的角色？这个要到时候要整理一下才知道。然后剩下把它抽一抽了。差一把钥匙啊，买下去了。最后10抽，240抽。报告，已经结束喽。没有，好了，很可惜。哎，这几率太感人了。所以结论大概就是，第一只手抽我刷到的版本最强输出，我们要把这只略掉。好，这三只 SSR 就是我抽到的240抽，88抽保底一张，我中了2张保底，一张在第50抽的时候抽出来的，所以总共240抽只中3张 SR， 你除以3等于是80抽有一张哦。然后 SR 的角色唯一的 T1 角奇金真龙，好了，如果你真的想要玩下去的话，这只角色你有抽到就不要把它摆在仓库里哦，一定可以把它派出来用。好了，本次240抽就到这边了，其实跟陆版一样哦，以我个人来讲，我很建议不要氪金啦，就无氪吧，无氪也是可以玩的，但是一定要刷手抽。好啦，那就到这边咯。